外景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要来好好的正向分享大提琴的日常。Cello is never the problem, it's how to make your style. 大提琴不是一个困扰，而是你要如何让它成为你的生活 style。走吧。就是说琴要怎么背，对不 对？好，侧背跟键盘。然后呢，现在来说一下，就是大提琴走在路上到底有什么背法。当然第一个就是像我这样子咯，两个这样背起来。然后第二个背法就是其实你可以侧背，这样走路的时候呢，你走这个侧面的地方的时候它就会比较轻松，那你拿起来就会这样，这样侧背。第三种基本上就是呢，你可以这样子，一个背带在这里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跨过来，然后大家就可以抱着它，是另外一种背法。三个背法。多人都说药妆店都很难走得进去。
近，可以靠近它，这种它有点掉，但它就是会有弹性，所以它比较不会那么的硬，所以这个可以换。现在因为疫情防疫的关系，所以大提琴也非常合理化有一个位置。还喜欢我自己的分享吗？希望你们大家跟我一样，非常的热爱大提琴在你生活的一部分。大提琴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，原来大提琴可以那么的 fashion。